没有剧本，都是即兴发挥的。不是，节目组没有办法去强制要求女嘉宾留灯、爆灯或者灭灯。不是，全靠自愿。不知道，男女嘉宾在节目录制之前是住在不同的区域的，因此是没有办法见面的。可以选择继续说，也可以重新再表述一遍，记得给后期加个鸡腿，因为他们会把你说错的这段给剪掉。一般牵手之后还是要靠自己再聊一聊，但是具体聊成什么样就看你自己了。包食宿，但是早饭如果去晚了可能就没了。有麦当劳吃，我一顿可以吃四个汉堡，而且啊还有红牛、红酒，还有二锅头，助你提神醒脑。我觉得可能十个男嘉宾里面有九个都会告诉你说基本是靠蒙的，因为在台上距离女嘉宾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根本没有办法看清他们的脸，所以只能靠蒙。如果自己有合适的服装，经过导演组的确认是可以穿的，那么如果没有自己的衣服，节目组也会为你提供服装。